Hello，谢谢，这是我小猫咪送的奶茶。找首歌听。来啦，有点晚了，11点多。晚上好，今天是粉粉的。谢谢超级无敌至尊霸王暴龙战士小九的赞赏，你的情绪好长，啥时候都是中午，谢谢。GREENBANS 的奶茶，那我是宇宙超级无敌美少女，我也很长。谢谢吃口糖怎么的奶茶？今天已经星期天了，哎呦，刚刚在回翻牌，虽然还没有回完，还有一些挺多还没回的。谢谢伊丽莎的5个奶茶，谢谢 YONA 的奶茶。对，我怕太晚，先来播了。刚刚我这里还打雷了，就下雨打雷，声音好大，有一点吓人的。谢谢一坨小一的奶茶。谢谢丰田小王子的奶茶。我这还好啦，我这里还挺热的。谢谢素一的奶茶。明天晚上有课，谢谢慈悲的5个奶茶。谢谢享受寂寞的奶茶。我明天周一要开始上课了。谢谢巧克力和玫瑰花。谢谢韩妮妮的奶茶。我作业还没写完呢，期中作业。谢谢柚子味的柚子送的叶底。谢谢你。今晚会不会很忙？我明天白天再写也行，其实。反正我每次都是拖到最后一天写。哇，谢谢雪泪的皇冠，谢谢。谢谢皇冠。对啊，明天还要补作业呀，还没有考完试呢。我上周只考了一门，还有很多下周考。女粉瞩目，跟你们说，我现在很多女粉的好吧？现在直播间肯定就有一半是女的。来看看性别。
哇，好多呀，谢谢路过的小猫咪的奶茶。哼，以后谁再说我没有女饭，我就打他的脸了。谢谢素素子的五个奶茶，谢谢今日的凤凰如此俊俏的奶茶，好期待呀！就是，谢谢朱大喜的奶茶，我好像是下周六的下午第一批店员的，谢谢莫安哲奶茶，就是我们那群里一开始说是握手，后来又说店员，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是握手还是店员。就只能等官博发了，可能是店员吧。嗯哼，对，我就还没有很确定，反正我就是周六下午的两点到多久来着，反正就第一批。我买的沙发的还没有到，我就买了一个最简朴的一个白色的，就是只是想把这个颜色盖住。对，我家里的网还行吧，到时候应该希望没有网络问题。谢谢吃过糖怎么的奶茶。到时候握手的时候可以把仔仔拿出来跟你们一块见面。谢谢玫瑰花花，最近上课就那样呀，就是一样的枯燥。谢谢今天有想我妈的奶茶，她现在正常了，比以前乖一些了，自从绝育以后就再也不怎么皮了。膝盖啊，我膝盖都已经好了，上面好像没有那个了，不错。对，他最近还挺自闭的。谢谢大鱼的奶茶。谢谢鱿鱼的奶茶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本来不是九月份排了一个 MeLive 吗？现在肯定也不可能九月份办了，因为我前面有好多人都还没办。那希望拖到十一月二十三，我看看明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是星期几啊？看一下，11月23是星期三，但是 mini live 只有星期五的，那就11月25也不错。对啊，我九月份肯定会往后拖，是起码拖一两个月。万一都拖到后年了怎么？拖到明年了怎么办？
是啊，前面还有很多人没办。就我当时我排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排到9月份了。然后后面再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已经排到了再下一年的圣诞节。谢谢李湘南的奶茶。反正就排了好几年，大家都这么爱唱歌了，现在真的特别火爆。可能是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表演机会了，就是然后就来卷这个 mini lab。我还错过了那个 solo 公演，谢谢荧光棒。我看了，我当时看了那个筹钱，我当时一点开看见珊珊穿了一双拖鞋上去。对，然后看到他们都出到了第一组。对，虽然他的脚不精致，但他的脸很精致，那就够了。然后脸和脚形成了反差，有一种反差美。啊，其实我随便穿哪组我无所谓，能让我表演个节目我就开心的要死。这衣服还暴露啊，这哪暴露了？那这样吧，这样把它提起来穿。对，以前穿过，去年穿过这件衣服的。希望我买的新衣服下周能到，我感觉应该到不了，就是买了那个与我手穿的，但感觉应该到不了，因为它要挺久才发货的。不过也没关系喽，我觉得既然现在已经能够在家了，那就应该不止走一次。哎，但是第一次你们都要来哦，有空的人。万一呢？万一没下次了。打到第几关？上次直播打到61。可以找 staff 的。就是我们有一个群，谢谢清晨的两个奶茶。就是他说我们要有两个设备，就一个灯，口袋一个灯，微信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找 staff 的。对啊，下周考试。嗯呐。
没必要紧张吧，搞得我都有点紧张了。就你们都是我的熟人，我应该不紧张才对。哎呀，我在说与握手，网友面基，是的呢。你们可以那个调一下，应该有什么美颜滤镜什么的，对，给自己整漂亮点，这样就更自信了。对啊，就不用担心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是那个苹果那个原始前置摄像头，或者是我记得以前啊，很久以前我用过微信的那个视频，就是不但啥美颜都没有，而且还会把人拍得很丑，皮肤很差。要是那个镜头，我也会，我会打扰。谢谢多多多喝热水的奶茶。买了个补光灯啊，我都没有补光灯哎，就是我在家和他们在中心电源的区别就是他们有那个背景，然后还有补光灯，然后我就没有哦。他们还可以还有造型姐姐给他们做造型，我就只能自己弄弄了。我现在就属于没有做造型的状态。好啦，只是觉得见面想要更精致一点。你知道吧，我知道要那个电源了之后立马下单了下单了一些化妆品啊什么的，因为我平时公演用的化妆包就没有带过来，当时就没有想到回不去了，然后我这边的东西就很少，就不精致。对，然后我这几天买了一些。中心的快递就只能那样了，我也不知道收到没。如果收到了，就听说很多快递上面有病毒哎。谢谢西西佛的神话送的奶茶，就是有的快递上面会有携带病毒，就还蛮危险的。我的没有退回去，我的说出来我也不知道收到没。好像有几个瑞杰帮我拿了，但我不知道他拿的那几个是什么，反正没拿到也只能当浪费了。当时也是买了很多衣服，不知道能不能退，我还没退，我只退了没发货的，就是在路上的我就没退了。几点睡觉呀？播到11:50吧。明天要上课的。明天不是早吧，明天是晚上才去上课哦。但是我明天得去做核酸，就是学校又说住外面的人要做个核酸才能进去。谢谢墨迹托不是长岛的奶茶，就很麻烦。我很喜欢吃这个溜溜梅的雪梅。
我得很早去做，不然出不来。没事就是溜溜梅。我最开始是吃那个话梅，后来发现这个也很好吃，这个不酸哦，甜的。我没有吃过耶，这上面裹的感觉像是一层糖霜。我一般都是在网上买，我觉得我这样好好笑。我这两天终于觉得我感冒是彻底好了，基本上除了有点鼻塞，就之前都一直都觉得还没好。不会把我牙齿咬断吗？我上一次发现我的，就是我嘴巴里长了一颗智齿，就很小的，但是它不疼，因为我总是听说大家要去拔牙，我就没有拔过。然后前几天我发现自己也长了一颗，哇！谢谢价格粉权杖，谢谢。但我没啥感觉，希望他不会发炎吧。突然有点饿，开始吃干饭。嗯呐，智齿就是长在最里面，好小一颗哦。我本来我的牙齿就很小。你们看我牙特别小一颗，就像一粒米似的。我小时候经常拔牙，就经常就一个新的牙齿长出来了，旧的还没有掉，然后就拔掉。但是去医院拔呀，很痛。哦，我小时候还戴过牙套，戴过一会儿会儿。很小的时候，就我很神奇，我当时就是我下面的牙齿是包住上面的牙齿的，很吓人感觉。然后后面就是戴了一个牙套把上面的牙齿往外面推开，对，地包天，还好当时矫正了，不然我完蛋了，现在肯定很丑。对，对，然后其实
就我有时候看我反图的时候，就是会看到嘛，就我额头我眉心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疤的，就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就是回家上楼梯，然后就是把书包提在前面挡着我的视线，然后我就哐，我就磕在那个楼梯的尖尖上，都把那里磕出了一个小洞。对，我当时就是磕到了，然后都能看见骨头了，后面就去缝了针。我当时缝了七针，而且还没打麻药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太小了，就没打麻药。一年级的时候吧，然后这里就有一个疤，对。然后我发现我如果不留刘海的话，还蛮明显的。但是以前我不知道，就我那里有个疤，就是有一坨白白的。后面就是前两年吧，我去医院问能不能就是把它激光去掉，就说这个已经太久了，已经弄不掉了。如果我就是很早的时候，可能也许大概能弄掉吧。不过我觉得也不太影响，不怎么影响吧。我还记得我以前小时候，也是小时候，我就坐在摩托车上面，然后我在玩那个小风车，就是被风吹了它会旋转的那种。结果我的脚就被摩托车的轮胎给绞了，就是我的脚后跟，就是绞到一点点，就现在那里也有一个疤，反正。对，但是也不明显了，就是也不影响啥，但当时就是流血很疼。然后我小时候还有那个，就是心律不齐，就我心脏有时候会疼，但还好不算严重，是轻微的。对，不知道是不是遗传的，我好像我爸也有。对，就是小时候人，就我情绪如果太激动的话，我就会开始心脏疼。所以每次我就是我爸妈就骂我的时候，就是我情绪很激动，我就会开始心脏痛。然后本来是有点疼啊，也没有说那种很夸张，然后我就会装得很疼很疼，他们就不敢惹我了。没有哎，后来长大之后就基本上没有疼过了。而且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。就是会刺痛，只有小时候有。我也很久没做了。我还想起来以前体检，我特别怕出血，就要不就是在你的手臂这里，就这个手腕这里抽，要么在这抽，要么就是你的手指扎一下，我都很害怕。我感觉我有点晕针头。对，我感觉我被扎过好多次手指。哦，还有在这儿
在这抽血。就是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去体检，就是抽这儿，然后那个护士他就弄了半天，你知道吧？他说我看不见我的毛细血管，就我的血管不明显。反正他就站在那拍拍拍拍半天，我当时吓死了，我本来就很害怕，然后他还就一直拍一直拍，然后拿那个绑着我，真的是。你最怕那种你扎一次没扎进去再扎你一次。对，我是那种看见血管我也会很害怕的。还有以前就是那个叫做皮试吧，就一根小针扎到你这手腕里面，也挺痛的。对，我觉得我绝对当不了医生这个职业，因为我很恐这些。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哭了。对呀。谢谢荧光棒。是的呢，谢谢吃口糖怎么的奶茶。但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打过针了，最近一次打针就是那个打疫苗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疼。哎，可能因为我已经长大了，没有那么怕疼了。谢谢我知道你是谁啊的奶茶。好像是看每个人的那个体质反应不一样。我打第三针的时候打完以后有点晕，然后手臂这有一点感觉，有点疼，就打的时候不疼，打完以后有点疼。我晚饭就吃八宝粥吗？我晚饭确实还没吃，我今天就吃了一个自热火锅。这个八宝粥是我刚开的。好喜欢我那张蹦图，什么呀？那个表情包吗？其实那个表情包是我，就是我截下来的。它原图就是个全身的，就是拍到我下水的时候。哎呀，我脚又麻了。谢谢你哥吗？怎么会想锤我？怎么会有人想锤我呢？我上次 B 站刷到一个，不是刷的，是我搜的，
就这首歌甜甜的，然后一个猫和老鼠版的，看得很快乐，喜欢猫和老鼠的可以看看。哦，我最近在看那个，在看一个老的剧，《你好旧时光》，就是那个《振华三部曲》。对，我之前没有看。谢谢莫吉托不是长岛的两个生日帽，祝我生日快乐。就是校园题材的，对，看得我还挺怀念高中这种，还不错。但我感觉他们大部分都是学霸，哎，动不动就考清华北大。谢谢莫吉托不是长岛的两个奶茶，可能吧。你咋被打击了？谢谢吃口糖怎么了的？个奶茶。对了，我看见大家那个云店员的时候都带的是有线耳机，我只有无线的，能用吗？我到时候去问问 staff， 我就那个 AirDrop。 哦，不对，什么 AirPods， 在家可以外放。哦，对哦，在家可以外放，对吧？应该就没啥问题。啥特殊情况？哦，那我该下了。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那要说晚安了，谢谢吃个糖怎么了送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对上奶茶，我要准备下喽。哎呀，下次又要星期三才能见了，应该。嗯，明天晚上，明天后天晚上都有课，记得想我好吗？谢谢小板凳的五个奶茶，谢谢一番茶的夜蝶，谢谢。好啦好啦，
我留了哦。谢谢柚子味的柚子10个奶茶。嗯。